Hello， 兄弟们，快到刘哥魔玩空间。今天要跟兄弟们介绍的就是 SS 系列第42款的 V 级别的托斗，也就是 SS 大力神的第三位成员了。实际上呢，前两位的成员，一个狂暴，还有一个废渣，我都买了，但是他们的单体形态实在是激不起我的任何的欲望，到现在我都还没拆包呢，就是为了合体成为大力神才买的。但这一次的托斗呢，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所以说呢，简单跟兄弟们做一个视频。首先，人形方面真的是还原度超级的高。那么原先的那个变二的 V 级别的那款呢，我因为搬家已经打包起来了，所以说没办法对比了。大概就是比它高一些，比较瘦吧。那从还原度来说，肯定是这一次这个矮胖的这个形象啊，做的是更为的还原的。然后颜色方面是这种比较墨绿的颜色啊，塑胶感很强，而且呢这种颜色因为比较深，所以说特别容易白痕啊或者是水口啊留下来之后啊就特别显眼一些了。反正官方的这个品质方面我们就懒得去再去说了，我们都已经习惯了。然后呢这一次你看基本上没有什么偷胶，这一点我觉得很满意，拿在手上也还有一定的分量。然后关节松紧度我觉得一般般，兄弟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腰这个虚位真的是有一点大，虽然说合体形态的时候这个腰啊是可以理解的，但还是有点大。然后呢整个的头部方面抬头低头，然后呢可以360度进行旋转，因为变形手也需要嘛。然后这手呢，因为旁边这个挡板，其实这个挡板的变二时期的那个也有，而且呢这边还搞了一个弹簧的这样一个刀出来，但这一次呢没有任何的武器配件啊。然后也是一样的，也有这样的一个门板手，这个好像是原先的设定就这样，但是它非常影响可动性。那旋转，然后包括手肘弯曲是超过1.90度的。然后呢这个手呢，本来以为啊这里是有活动范围的，包括你看看到这个东西，哎，我当初看官图以为这个东西手指是不是能动，哈哈，它只是一个造型手而已，所以说这块你就忽略不计吧，它就做了一个造型手啊。然后腰部方面对吧，很清脆的齿轮关节。下半身因为这些好像难得啊，因为这个好像合体的时候有需要用到，你看前踢超过90度，然后呢后踢方面因为它后面比较多的东西干涉，所以说就不到90度了。侧踢方面呢并没有齿轮关节，松紧程度还可以，然后呢也不到90度。膝盖弯曲是这个样子的，正好90度。脚部接地性你看可以达到这么大，然后前后的话就没有，只有这个变形关系可以把脚尖给它收起来。那么摆个垂地 pose 看一下啊，垂地 pose 摆得非常的勉强，因为他是一个大胖子，所以说也情有可原。总体来说这款玩具的人形非常的还原，但是可玩性啊也感觉没有什么，因为他没什么武器。好了，接下来来演示一下他从人形变到托斗的形态，非常简单哦。那么变形方面呢非常简单，首先第一步我们先把他的脑袋给他旋转到后面去一下，然后呢再把他的两个脚掌前脚掌给他收进去，两边都是一样的。那么再把他这个小腿位置啊往内折叠90度，然后呢把这个轮胎往外，他有个卡扣，你会听到啪的一声啊，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两边都旋转，然后呢给它扣紧一下，可以看到底下这边是有卡扣的，我们左右两边合并一下，下半身就 OK 了。翻到背部，我们先把这个大背包给它折叠出来，然后呢可以看到这边底下有非常多的凸起凹槽，就直接这个样子给它扣合一下。所以说它这块啊实际上就是它的整个托斗的这样的一个头部，那车头的部分。这个变形真的是特别简单啊，然后两个脚你看就这样扣一下啊，这边你看里面也有卡扣，我们用力的啪两声，啪两声，好，那它就变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变一下它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我们先把它的肩膀上面的轮胎啊，这边有卡扣，我们先松一下，拔开来，这边旁边都拔开来，先不要碍事，先把它推到前面去一下。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手啊侧面的门板手给它用力的往外拔，这块里面也是有卡扣，你看凸起凹槽卡扣的，我们先把这里里面折叠出来的东西啊折出来，然后呢它有个滑杆给它滑下来一下。那么这个样子呢它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侧面，兄弟们看到了。然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手啊，你看肩膀位置现在是螺丝孔洞冲着你，我们需要把它变成就是这边银色涂装冲着咱们，然后这样推进去，然后呢同时再把这一块这个手给它旋转个90度，这样子调整好位置一下往内推，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样子呢就可以正正好90度弯折下来，然后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个凸起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手你看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C 型的这个凹槽直接给它卡扣，哎，就扣进去了。然后这边咱们再用力的调整一下，因为这块啊
哎，你看这样子调整好一下，它就直接到位了。然后呢，咱们再把这边的这个轮胎啊，底下是有卡扣的，可以看一下。这卡扣呢，就是这里一个凸，这边里面，这边上方一个凹，咱们需要把它对准位置，扣好。好，然后呢，再把这里给它旋转过来，可以看到这边两个凸对应这边后方两个凹。然后同时呢，咱们也需要把这边给它推进去啊，这里有个卡扣，推紧，推紧。然后呢，再把这里给它用力的卡扣扣进去一下，听到有听到啪的一声。哎，没错了。然后呢，一边侧面就变形完成，两边手同样的变形步骤之后，最后可以看到这边旁边两个凸两个凹，我们就把这里给它结合住一下。好的，那么拖斗的载具形态，翻斗车的一个形态啊，咱们就已经变形完成。那么这款拖斗的载具形态，虽然说它有很多露馅的地方，比如说这边两个手臂就出来了，然后呢，包括底盘或者是侧面来看，这个底盘也是挺厚实的，然后你看这边胸口啊，包括这个脑袋就在这后面，但是我个人感觉其实还是做得不错的，我可以满意，毕竟这么简单的一个变形，你看两条腿就这样的弯折一下，然后呢，两个手往外收一下，你还想要咋样啊？重点是它能够合体啊，其实这个形态对我来说都是赠送的，它能够做得很还原已经是加分项了，加分项了。来看一下车头的部分，这边还是有一些车灯的涂装，包括这边进气格栅或者是进气格栅啊，这个都可以啊，这个多音字都可以读的，很多人给我纠正，其实都可以。然后呢，这边也有一些这个涂装，然后呢，整个侧面来看一下，也还不错。那轮胎如果是第三方的厂家，肯定是会用一些橡皮轮胎的，但这个呢就是一个大大的塑料轮胎，但是呢也很厚实啊，非常厚实。除了这边里面是空心的之外，车里里面还是挺厚实的，而且是非常的饱满的。然后呢，这边后方，脑袋遮住一下很漂亮，但是这里，然后这上方就是空洞了啊，包括也不像是变二时期可以把这个翻斗啊给它翻起来，这个都没有了，就省略了很多的可玩性。总之就是为了合体牺牲了很多嘛。滚动性方面，滚的是非常流畅，但是毕竟它是塑料的轮胎，所以说滚起来声音比较大。好了，那么最终呢，来演示一下它变成合体形态大力神的右腿到底是如何变形的。合体形态变形，首先第一步，先把这边后面给它拔开，然后呢，把这个轮子也给它拔开，拔开，咱们给它放到后面去。然后呢，这边卡扣，特别紧啊。哦吼，好了，这个绿色的家伙真的是很耐啊，非常耐操啊。然后我们把这边手臂的部分继续给它拔出来，那记住这个手啊，还是要扣回去，咱们不要让它乱动，只是为了把旁边这里给它拔出来。那拔出来是为了什么呢？其实是为了让它旋转个180度，这边先扣好一下，旋转180度，然后呢，可以看一下这边上方有凸起凹槽，所以说咱们给它合并住，把这里扣好，现在就可以扣好了，没有关系，咱们这边旁边也是把它扣好，然后固定住，固定住，这边旁边都是啊，很关键，这样子你扣好了之后呢，这里就非常的紧了。然后呢，车头的位置啊，咱们把这个给它拔开来。现在咱们就需要做一个步骤，就是把这个东西给它往上打，然后打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里挡住了，没有关系啊，咱们把这个东西呢给它往外拔一下，它就是往外拔之后呢，它就不会挡住了，然后这个呢可以给它打成90度的弯曲角度，然后再把这边给它扣在这里，这里才差正面啊，就是应该要这样子的，你看这样调整好角度，这边的银色部件冲在前面，这个就是它的脚掌的大概的一个形态其实已经出现了啊，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轮子给它放下来，放下来，另外一边也是一样放下来，再把这里很重要，有个卡扣，你看凸起凹槽，给它用力的，很用力的啪的一声，你会听到，哎，啪的一声，好了，那么这个合体形态你没有看错，它的合体形态的右脚的部分，咱们就已经变形完成了。兄弟们，我的魔丸咨询互动平台正式开通，扫描二维码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搜索刘哥魔丸就能够找到我，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与我互动交流的就赶紧来骚扰我吧，你留言我回复包你满意，不说了，我要去回复信息了。那么合体右腿的形态呢，先用手给兄弟们简单的转一下，哇塞，这个大脚板真的是够大，非常的大，而且呢这边后方还有一个这个支撑，所以说它的整个这个脚板前后的接地应该是非常好的，就是非常稳定啊，但是呢刚才说过的人形的这个腰，你看虚位很大的问题，这一点就有一点点担心了。还有它的这个腿部啊，虽然说人形的时候呢是很清脆尺寸关节，但是你看它也是属于那种虚位很大，
哎，这个我就不知道最后合体成为可能50公分大，因为你看它这个光光一个脚，你看跟我的手机比起来一下，哇，就差不多应该有一个那个15-16公分那么大了，这个是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尺寸啊，这全部有50公分，能不能够撑得住啊？你说这个这么关键，这个脚板是做的很大了，但是这种地方啊，我有一点点担心啊，所以说倒宁可到时候有没有什么第三方的厂家出一个就是补件，咱们把这边的齿轮关节做的紧一点点，就是它这个虚位问题解决一下。我有点担心，怎么会想到第三方呢？官方为什么不做呢？啊，官方就是不做啊，没办法啊。其他的其实也没什么好说，变形非常的简单，人形、载具包括合体形态，我觉得做的都挺不错的。但是呢，就是感觉 SS 系列啊，就玩一下，然后也没有让我特别嗨，因为它做的比较低龄化吧，变形简单，然后你看我都懒得用一些那种写稿子啊，就全程直接这样做下来了。所以说感觉过去就挺好玩啊，挺好玩，但是就希望那个大力神合体之后能够让我嗨一点吧。 OK， 那么今天视频就这样结束了，喜欢我视频的话记住点赞收藏投币加关注，也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刘哥魔丸，想第一声看视频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也是刘哥魔丸，那么兄弟们下视频再见了，拜拜。